福尔马林，福尔马林，我得泡一泡在上面。八四，哎，这九龙啊，多好啊！好什么呀？相声说得好。哎呦，我谢谢您。人长得也精神，就白点儿。嗯，好好，舍得给自己投资。怎么呢？弄弄牙齿。哦，弄弄牙。哎，啊、是刮的腻子是不是？这是。没听说过，有给牙刮腻子的吗？刷的油漆这是。没有没有啊，贴的片，贴片，贴的片。哎，直直发。啊啊，形象吗？啊，他以前的发型是倒阿哥。嗯，什么叫倒阿哥？就是已经秃到月亮门到这儿了。没有，没那么夸张啊。而且人相声说得好，哎呦，在生活当中比我有名气。哎呦，您这客气了。那可不是客气。有什么名气？我走到街上没有几个能认出我的来。您白天出门？我。您别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已经很久不晚上出门了。您在走河里去。哎哎，嗯，没什么人认识我。你真的假的呀？不去。我，哎呀，你都特别受追捧啊！我这个儿高，辨识度比较高。大家还用说吗？是，在北京怎么？我们哥俩一块儿出去逛街去。逛，嗨，您就说逛街溜达，逛街去。逛街，让人认出来了。那是有过啊。王九龙走到马路上，嗯。我是这胯骨轴有问题吗？我谁这么走啊？我是干嘛呢？我这他这人腿长，您知道吗？腿长，他是打胸以下就分叉了，您知道？你看怎么没那么蓬？胸以下分叉，您这肚脐眼不是在这儿呢吗？我是个圆规呀、啊，我是一个啊，我就打这儿分叉的吗？出门走路不就这样？没有没有，那打哪儿分叉、啊？我打哪儿也不分叉，我啊，你甭来这套。这么恐怖吗？孙子，你甭来这套，你甭套我！我告诉你，雄性的美人鱼。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王九龙在专场官宣了，打哪儿都不分叉。那一直到这里吗？你甭跟着套我话呢！太恐怖了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啊！那怎么排泄呢？挺吓人的啊！哎，反正走倍儿高兴。啊、我们哥俩走着呢，让人认出来了啊！刚才说了。一块儿走逗哏的，嗯，我天天话这么多，没人认识我。你什么叫话这么多呀、啊？这我台上主要发挥 啊。您是逗哏，哎，女性观众认出来了，哦，是个女粉丝，年轻的都就是您可能关注群体就是年轻的哦，中年女性，中年女性，中年女性认出我来了。走着接着，一看王九龙，哎呦嚯，怎么意思啊？干嘛呀？我是欠他钱是怎么着？我这啊，怎么了？这这这太激动了，这。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我怎么了？这是，吃点药吧。哎哎哎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有这么想人的吗？想叫什么？有这么想人的吗？就在嘴边呢。啊，叫什么？谁？这王九龙的。我还得先乐。那能走吗？一走了不更尴尬了吗？那对，我得等着。您想想我，还好，那个辨识度啊，这都我特点。哎，叫什么？哎，什么？王九龙认出来了。哎，王九龙没有明星的架子。哎，咱比较低调，给人鞠躬。哎，有礼貌。妈，您干嘛去啊？您最近这个脑子见好啊？您这，您这不废话吗？我妈连我都不认识，在大街上。哎哎，干嘛呢？您母亲什么意思？这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母亲认识你？认识我？怎么还这样？你母亲边上有一个你母亲的老姐们儿。老姐们儿？老闺蜜认出你来了。那也不至于这样、啊哎、就说您比我有观众基础啊，是不是？不错。我谢谢。哎，咱们得一块儿好好的合作。那是，不能闹矛盾 啊。那对，咱可不能闹矛盾、嗯、哎，交朋友过去就有这么几句话啊。哪几句？宁学桃园三结义，莫学瓦岗一炉香。不明白。桃园三结义都不懂。桃园啊，这我听说过。没有文化知识。我这我真这样，我考你几个成语。惨绿少年。没完没完。怎么还拿这骗人呢？酒店门口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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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已经给岳云鹏拉黑掉了、嗯、啊。桃园三结义都不知道。啊、我知道。这是哎有名的交情啊，三国吗？桃园三结义。嗯，这个地儿发生在台湾的桃园机场。不是，没有啊，这不是机场，不是桃园，哪来这么一句啊？不是吗？人是都是桃园桃子的桃的林子，对，哎，在一片桃园三结义。哎呀，刘备对，关飞张宇，
怎么还有张宇、啊？张宇就唱歌的那不是那？没有张雨生啊里边。没有张雨生，那是谁？对对对，刘备、关羽、关羽、张飞、张飞，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。对啊，往那一跪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哎是这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得发誓啊！哎，苍天在上，嗯，后土为证，多经典。有结拜，知道结拜的时候都拜什么吗？知道拜啊，拜什么呢？拜关羽啊。那在桃园结拜的时候拜什么呢？拜关羽啊，关二爷吗？桃园三结义啊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对呀、啊，哥仨结拜，拜老二是吗？不是，对，那是不好看吧？那是，大哥，三弟，咱们一块拜拜老二吧。确实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，这是不老合适的。能这哥仨能拜到吗？那你说拜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拜谁。哦，您这玩意儿没有答案。但是后来都拜的是关羽、关二啊。对，后来不都拜人家吗？哎，人家哥仨结拜，那不能拜这个关羽，那胡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哎，桃园三结义是莫学瓦岗一炉香。哎，您给解释解释这句。瓦岗寨四十六友，哦，贾家楼结拜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也跟亲哥们一样，亲兄弟。因为他们瓦岗寨是一帮啊造反起义的人吧？哦，后来因为一点事儿扯旗拔香，四十六个人全都散了。哎呦呦，交朋友不能学他们，是的。但是这四十六个人呀，也不全是坏人啊，有好人，有俩好的，哪俩呀？李密还有王伯党，这俩人好，这俩人好啊。哦，这个王伯党呢，他一路啊保着李密，且战且退。嘿，后来瓦岗寨散了，李密自己当王了，保着他且战且退。嗯嗯，后来跟这个唐朝的军队打仗，谁呀？李世民。哎呦，那哪打得过呀？对，他被跟这个兵啊打散了。嗯，李世民把李密和王伯党赶到一处叫断密涧，哦，一个地方。李密一看，完了，怎么完了？完了，为什么完了？犯了名讳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叫李密，对，这地儿叫断密涧，哦，都有这个密字，今天肯定就葬送于此了。哦，还信这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正在琢磨着呢，李世民大军赶到，哎呦，站在这个山头之上，冲着峡谷当中，嗯，喊了一声万箭齐发，那边呢无懈可击。给你一头，给你一头，给你一头。嗯，你是不是有点欧死固了？你有点怎么了？还玩三国杀呢？好玩。哎，喊了一声万箭齐发，是这危险万分的时刻，怎么着，真的亘古一绝。您说王伯党趴在了李密的身上，哟，为李密以血肉之躯遮挡乱箭，多够意思呀，太棒。嗯，后来李密王伯党压着啊，嗯，王伯党被乱箭射死了，太惨了。李密呢，嗯，让王伯党压死了。对，呵，更惨。这位，这个故事告诉咱们，交朋友不能找胖子。对对对对对，没那个啊。李密、王伯党，嗯，杨居哀、左伯桃，哎，这俩我听说过，这你都听说过吗？杨左之交吗？杨左之交，嗯，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元王招贤纳士，哦，杨居哀、左伯桃一块上京求官去。有两个人都是文弱书生，对，没有什么生存的经验。嗯嗯，走在深山老林当中，嗯，天降大雪，哎呀，这俩人身上穿的衣服、兜里带的干粮都不够用的。这会儿看出左伯桃真够意思，他当时在山里唰唰，在山里就脱呀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，哎呦，给了杨居哀，给他哥们儿了，干粮拿出来，嗯。给了杨居哀，多够意思。左伯桃为了杨居哀冻饿而亡，哎呦，太够哥们，但他太够意思了。要把咱俩放到这个情境里啊，您愿意跟左伯桃似的为我在山里唰？不是，我拖就行了，我就找一个背景点这点地儿。不用，我别唰。不用，你妈在街上，哎哎，你不，我们这都随性。哎，你愿意把衣服干粮都给我，你为了我冻饿而亡？我跟你说，师哥，要真有那么一天，我愿意。哥们儿，朋友，我愿意，真愿意，我真愿意，死去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就说这意思。你我也说这意思呀。我别真死啊。咱说实话的，杨居哀也不错呀。他呢，考中了高官之后啊，回来厚葬了左伯桃，也不错。有一天出事了，怎么了？左伯桃给这杨居哀托梦，托梦说，兄弟，你把我埋这地儿离荆轲太近了，
金哥啊，刺秦王那勇士，我知道。半夜带着一帮孤魂野鬼打我来。哎呦，杨觉哀知道这消息，怎么着？睡醒之后，什么意思？拔剑自刎而亡，自杀了。死尸埋在了左伯桃边上，是不治。二鬼战荆轲。哦。怎么了，兄弟？啊，咱俩放到这情景里，我给你托梦，我说我让荆轲欺负了，就我让栾云平欺负了，在那边，你愿意为我拔剑自刎而亡，咱俩二鬼战云平，你乐意吗？就二鬼战荆轲，托梦给你，你乐不乐意去？嗯，你乐不乐意？后台谁喊我？没人喊你，没人喊你，太假了，兄弟。什么？为我？不是怎么拔剑自刎而亡？非得让咱俩赶上了？哎、顺着你肚脐眼儿，咔！好、啊，我谢谢你。肚脐眼在这儿、哎，就把肚脐眼咔拉下去。为我，你也埋在我边上，咱俩下去，二鬼战荆轲。真有那么一天，我愿意。死去，快点。哥哥无以为报。不是怎么着？你盼着我死是怎么着？你快点死！你都答应观众了，你快不不行不行！人买票了啊，买票就为看我死是吗？你说了不算呢，你怎么？我没有这个，不是，咱就说这意思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问我了半天，我还没问你呢啊！咱哥俩关系好不好？不好啊，有点过于直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咱哥们儿关系好，咱都多少年了？是，咱关系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哎，假如说啊，有这么一天，咱哥俩呀、啊。走到这个东北漠河那边，哎，咱漠河舞厅跳舞去，那都回头了，啊、都回头了啊！咱走到漠河，你停，咱们俩天津，咱们俩从北京为什么要走到漠河去？不是，咱们是漠河有专场吗？不是，走到漠河，漠河舞厅你应了一个单字的局，是不是？就好比说，咱俩不走着去漠河，不走着去，咱哥俩坐绿皮车，绿皮车，绿皮车，杠起，杠起，杠起，完了咱就到了漠河了，到了漠河了，哎，天降大雪，对，发现别下车呀，车里暖和呀，这块设计必须下车，必须得下车，终点站，必须下车，咱俩跟神经病似的。上漠河也没事儿，对，从北京买趟绿皮车，对，杠起杠起杠起，到了漠河了，咱得下车。一看下大雪，还必须下车，必须下车。好，哎，这会儿你穿着羽绒服呢，穿着羽绒裤子，穿着大靴子呢。我再一下车，我穿着比基尼呢。哎，你愿不愿意，兄弟？兄弟，把你的羽绒服，我兄弟套我比基尼外边。你连西客站的安检都过不去，你信吗？大冬天呢。你穿着比基尼在西客站，你没过那安检门，特警就给你击毙了，你信不信？而且你肚脐眼还在这儿。不是，哎，哎，你甭说那个，你哎，我问你，哎，兄弟，愿不愿？哎，你穿比基尼，裤衩子套哪儿？直接套到这里吗？那就口罩松了，那就是。那就口罩，我买太大了。好，太棒。好比说，哎、我这不举例子吗？太美妙了。十冬腊月，咱俩从北京，我穿羽绒服，你穿比基尼，坐绿皮车，这值18000个热搜啊，兄弟。王九龙穿比基尼惊现客运站，试图要挑战春运。咱就说这意思，就说这意思。你穿着大羽绒服呢，倍儿厚啊，裹了个大狗熊的羽绒裤啊，大靴子，我就穿着比基尼，嗯，就比基尼，裤衩子在这儿、嗯。我这不是比心啊，我这穿着比基尼。哎，比基尼，你愿不愿意把你身上羽绒服给我脱了，我先套上？兄弟，大可不必，真的大可不必，因为我断定你穿着这种比基尼出门，出了山海关就得冻死你个孙子的。你甭那么多废话，我不愿意。愿不愿意脱衣服？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各位，我腿短呀、啊。对，我的秋裤满打满算有这么长吧？我腿长啊，我到这儿啊。我把我的三保暖秋裤脱了给你啊，你穿着就是秋裤版的辣裤，那你就更风骚了，兄弟。哎，冬天，比基尼，秋裤到这嘎达是吧？你不怕让熊瞎子咬死你吗？行，你直接就进漠河博物馆了。好，对，我给不了你。咱不说这个，咱不说衣服，不说衣服，带的干粮，愿不愿意给我吃？我不愿意，不愿意。怎么老不愿意？因为我这故事里啊，是
杨菊爱、左伯的他们俩的干粮都不够用，你终于听这兜了吗？啊，我可能带干粮，但是你绝带不了干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穿的少。我塞我比基尼里啊。你我带块糖，你这种变态！我一冷，我吃块糖，我你带一块糖，穿一小裤衩子就闯漠河，我救不了你，兄弟，你就死去吧！我设计的条件就是恶劣的环境，不可能。比基尼来块棒棒糖，设计你恶劣的人性，你是，你太恶心了，兄弟！你不愿意把你的干粮给我吗？我不愿意，咱俩关系不好了吗？不好，我一到了硬座，我跟你关系就不好了，真的。我受不了周围人，咱是绿皮商务，咱是商务座，咱是。你先治病去行吗？绿皮商务，咱是商务。你坐过火车吗？你绿皮给你买个卧铺就不错了，真的。不愿意，不愿意。我这点干粮不够你吃的。好，而且你的口味很独特，我就不行。行，咱不说这个了啊，咱不是后边那个太惊悚了。假如说，哎，我让荆轲给欺负了，半夜我给你托梦，你愿不愿意？哎，为了我。这不停，拔剑自刎，不能，不可能。二鬼战云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啊，你让荆轲欺负了，然后你要干什么？我让荆，我给你托梦。你托梦是迷信，而且各位，梦是反的。怎么到他这全想起？梦是反的。什么？你托梦说荆轲欺负你，没准在那儿你欺负荆轲呢。而且兄弟，你相信一句话：皮裤套棉裤，必定有缘故。这都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？哪有皮？我哪有皮裤啊？我就一比基尼。所以说，荆轲就应该欺负你，他见你都恶心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没准欺负荆轲呢。我上哪儿找他去？真是荆轲欺负你？就假如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让荆轲给欺负了，我给你搞定。你愿不愿意为了我拔剑自刎？咱俩一块死？我别死。你得死。我别死去。你死。你得死，朋友们。那我刚才还死了呢，那是荆轲呀、哎。荆轲怎么了？他是个刺客，是不是？不是刺。荆轲多棱啊！什么叫棱啊？连秦王都敢刺。怎么了？咱两个说相声没用，咱俩出肉。我到哪儿跟人说您好，我是九队队长，噗宰了。没有什么燃并卵，知道吗？你要不说队长可能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这样，郭德纲是我舅舅，噗噗两刀。怎么到我这改两刀了？郭麒麟那刀也送给你啊！我所以说，各位，咱这都是成年人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逆事儿啊，顺办，顺办。哎，顺办，不是荆轲欺负你吗？他欺负我，我给你迁坟，我给你迁坟，我走。哎，我走。这会儿看出张九龄，觉得够意思。那你说说我听听。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。拿着铲土那个铁锨啊，大铁锹，悄悄的啊，来到你这坟前边，一解开这羽绒服，还穿着呢，多新鲜呀！拿着这铁锹，给你挖，把这坟头土打去了，把装你那个乐扣的饭盒拿出来。不是我混了这么多年，我死了，连个棺材啊，连个骨灰盒都没，我来个乐扣的饭盒。这得多大的乐扣的饭盒能装我1.93米的骨灰啊？这不够啊！因为什么呢？我小时候觉得这是好东西，知道吗？别乐扣啊！打开了一看，密封比较好。一看就绝对是你，真的、哎，怎么呢？腿长啊，腿长，牙那个贴片都没烧化呢。我这是金的。我一看，哎，还有墨盒的留念照片，就是他。穿一比基尼就别拍照了。把你这骨头捡出来，找一大石磨，大石磨放在你骨头上，九龄亲自给你推磨。对，什么叫推磨呀？嘎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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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你磨得粉粉碎。拿一报纸，我那乐扣呢？我那乐扣呢？乐扣就留在那儿了，就那荆轲要吃饭怎么办呢？你。那我骨灰怎么办呀？你给我来张报纸不行？不懂得照顾人呢？我也太水了，我也。哎嘿，别吹呀、啊，别吹！嘎着窝，你别找了，别找，嘎着窝夹着你这骨灰，干嘛嘎着窝夹着？多味儿啊！怕掉了呀，怕掉了呀！举着呀，我就举着你骨灰，你甭管怎么处理吧。啊，出海，出海，去公海。干嘛上那儿啊？公海远呀、啊。哦哦哦！哎，站在公海的那个船头上，这边，
插上那个电吹风，吹风机。对，把你这报纸包打开。你要干嘛？哎，冲着你这堆骨灰啊！出事儿，你哎，帮我摁一下开关。哦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拿反了，全吸进去。你非搅和，行了行了，我的骨灰，你骨灰太黑了，你这骨灰，我的骨灰，哎，有多少算多少啊？这不够一只脚的呢，这骨灰，你还四六的脚，是，不是摁好了，冲好了，拿正了，拿正了。荆轲再也找不着你了。我谢谢你，哎，我谢谢你，哎，荆轲是再也找不着我了，找不到了，我都找不着我自己了。哪儿哪儿都是你、啊、我都找不着您，给我挫骨扬灰了您。哎，不是，这没有咱俩的事儿，有你这么当哥们儿的吗？但是我们哥俩私底下关系确实好。你别老开玩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打苦日子过来的啊，这是实话。各位，我不吹牛啊，嗯，当年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凑了50块钱，嘴馋我们去吃涮羊肉去。哎，这是真事儿，点了半份肉，剩下点的全是绿叶菜菠菜，最后那汤都涮绿了。是，这都真事儿，这都真的。苦啊，真是苦啊，嗯，绝对过个苦日子。对，那会儿上后台，我们说相声这包啊，得拎个包啊，对，削包嘛，我们人五人六的，嗯、有推个箱子的，嗯，拎个奢侈品，对，有人拿一乐扣饭盒，对对对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背的也太早了，我也。哎，我们那会儿就一个小书包，就一个小书包，我们俩大罐装里边啊，对，两身大罐，一罐上班下班没有买不起俩包，嗯，您说我们那会儿苦不苦？难。我们那会儿后台，毛巾。哦，擦汗的毛巾就是这个。现在这都有主办方帮我们准备，现在富裕了，有工作人员。是我们那会儿就一块毛巾，就一块。为什么下来头一把不就干净了吗？就是沾拿水沾，没多脏。一上台，夸夸弄弄这儿，他用完之后，我说我嫌脏，那叫哥们儿吗？对，我拿过来该用也用啊。这毛巾啊，就成黑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、我就用不了了，我就改搓澡巾了。您那个水杯。啊，喝水的杯子，好家伙，那会儿现在这每人拿个人飘一杯呀、啊。啊，喝茶。哎呦，过去敢想吗？过去哥俩拿一个杯子，啊，是有互相将就呗。男的嘛，无所谓。他好喝热茶，我爱喝茶，我喝不了。嗯，他还会照顾人，上台之前给晾好了，妹子下台，哥哥你喝就凉了。是，下台我拿起来，呸，真烫，烫您就别往里吐了，行不行、啊？王九龙一会儿拿过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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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他还不爱刷牙。啊，好。我们后来健身，我们哥俩都减过肥、嗯、对，都打最胖那会儿圆咕伦敦瘦下来，游泳去，有游泳。你哥俩惨的什么程度啊？泳帽泳镜我们哥俩共用一个。不是，您先等会儿，咱哥俩一块游泳，对啊，泳帽泳镜共用一个，那可不，那带一个人带着那个呢，在岸上歇着，那叫一块游泳吗？你带着你游去，我在岸上歇着。完了，我上来，你再带，你再多明白呢啊！最惨的时候，泳裤我们都共用一个，是没有，没有。但是这个就不能上岸歇着了，对对对，得在水里憋着。这不行，泳裤这没法用一个。后来我们想过，那怎么穿呀？哥俩怎么能一条泳裤一罐游呢？啊，我们就你套右腿，我套右腿，我套左腿。咱俩就是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着，哥俩好像穿一条裤子，真是的，哥俩好像穿一条泳裤了，我们这来的，您说多惨呢？太难了，包括你现在一步一步，你多少你得感谢我，我感谢你什么呀？我没给你介绍过女朋友，他们就对这感兴趣。我跟你们说，你想想的，
你干嘛？你要起飞呀，你啊？我没起飞。怎么了？给介绍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是有。因为他什么？他那会儿在戏校上学啊。对，戏校都是一帮小男孩，你都是秃小子。哎，仅有的几个女生都是学那个老旦的。学老旦，京剧老旦。原来我没说全啊，学那个京剧老旦的行当，对不对？天天拿着那个刀枪架子跟你约会，你受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还是刀马旦。约会先拿红缨枪扑，先捅你一下，嗯，你受了受不了？我给他介绍，我给他介绍的啊，因为我是在我的中学，各位想必都有所了解，我是在这个华夏呀，啊，女子二中，对对对，他路比较宽，我们那女孩多，我给他介绍一个。您还知道分我俩呢？太什么叫分你啊？分我一个啊！太棒了哦！给他介绍的女孩是我们学校的保洁阿姨的闺女。说话别大喘气。保洁阿姨的闺女啊的女儿，但是她老不知足。我怎么呢？必须得批评你。为什么？有时候这么好看的女朋友在家啊，玩心太大。不是，二十多岁小伙牛什么牛你？二十多岁小伙子可不就晚上烤串去跟哥们儿吃饭？哎。酒吧喝点酒啊，对不对？一酒老夜不归宿，嗨，年轻人，这是什么年轻人？可以理解。我跟他女朋友之前是同学，哦，他们熟。他一不回家，女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嗯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俩一块上下班啊。哦，我知道他的行程啊，对，咱点儿一样。你给我打电话，喂，九零啊，嗯，你跟我说实话吧，王九龙这会儿没回家，是不是有外遇了？你看看，瞎琢磨，怎么办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这是老话。我接电话怎么说？我说对，你说的对。您这是不毁一桩婚吗？啊，我能这么？我说这是错的。回家就得离婚吗？这对不对？我得编瞎话呗。不能这么说。我说嗨，我说得喝酒呢，手机没电了，上厕所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常有的瞎话吗？对不对？没电，我不能这么着。不能这么说。我得给源泉的折过去。啊，怎么折着说？嗨。弟妹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首先我跟你保证，保证什么？王九龙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谢谢你，怎么样？我谢谢你，够意思，漂亮，不是那种人。俺、哎、那大哥点头呢，嗯，他有感受。你们俩是不是经常这么大配合？嗯，哎，王九龙不是这样人，我不是这样人。二一个呢，遇上事儿咱们得往好处想。对，九龙这会儿没回家，嗯，兴许是让车撞死了，嘿，对不对？他媳妇说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拜拜啊。这都什么媳妇儿？这都是我得帮您圆全着说。你还不如说我手机没电了呢。咱俩永远不要吵架。哎，对了，做后台交朋友的楷模，咱的关系得好，互相努力，相互的扶持，应该这样。哎，齐头并进。对，上山时你扶着我脚，哎，下山时我踩着你肩，可以。我怎么老在下边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得听我的呀。我听你的。你要不听我的，你得死我前边。那我听你的呢？我死你后边。这不一样吗？这不是就说咱俩关系好啊，您就是我亲兄弟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你就是我亲哥哥。我要以后有了儿子怎么样？给你当姑爷。那么对不对？行。你要有了姑娘怎么样？给我当秘书。我先废了你，知道吗？别废了我，我有女儿给你当秘书，像话？别人要说你不好，怎么样？我跟他翻脸。别人说你一句不好，我也不干。别人啊，好比说送了我这么长什么呀，六斤多的野山人参，上边有绿的，底下有须子，我不要，给王九龙送去。哎呦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萝卜我一人我也吃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也吃不了，脏心呀！吃多了放屁，脏心呀！哪有这么大的人参呀？极品人参，给兄弟送过去嘛。那你要这么说，哥，我发小送我一个两吨重的大黄金坨子，砸死你！好家伙，两斤重的黄金，两吨重的，两吨重的，两斤啊，两吨，两吨、啊，拿吊车，哎，给我，哎，给我哥哥张九龄吊过去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不要给你，太，我太满足了，心里舒服吗？有一天，咱哥俩在后台正排练节目呢，正对活呢，夸夸夸来一快递员，哦，哪位是九龄和九龙啊？俺俩，就你们俩、嗯、来签收快递，什么呀？哗，小兜拉开，谁这么坏？什么呀？这快递里边是一绿帽子，呀哦。我能看你收下吗？这给谁？你收下你就绿帽子了。怎么意思啊？一把给这绿帽子抢过来，我放到我这儿。哥哥来这绿帽子不行，哥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得把这绿帽从你那儿抢过来，放到我这儿，我得是那绿帽子。我从绿帽从哪儿抢过来？你别跟我抢，我放到我枕头底下。我绿帽子，我不抢啊！你别跟我抢。哎，我把这绿帽子从你枕头底下拿出来，我放我床头柜里，我是那绿帽子。我把这床头柜，我床头柜干嘛呀？我把床头柜。
我把这绿帽子从你床头柜里拿出来，我放我保险箱里。我是这绿帽子，我把绿帽子从你保险箱里边撬开了，拿出来，我放我保险箱里。我拿钥匙拧死，把这钥匙扔井里，把土把这井给它填平了。我是这绿帽子，我不要了。不行啊，各位，好，这小子太下本了。合着我是那终点是不是？终点站到不行啊。你得抢，还得抢，你得抢。得嘞，得嘞，我把这个井先给挖开了，我就埋着土呢。把这钥匙找出来，我这又找着你那保险柜，嘣，把保险柜打开，把这钥匙拿过来，我塞我上衣挎兜里，我来这绿帽子。不行，我得把绿帽子从你上衣挎兜里拿出来，我塞我裤裆里，我是那绿帽子。哎，我塞我裤裆里，我塞我裤裆里。好，我是那绿帽子。好，您来，好您，我把这个绿帽拿出来啊，拿出来之后，我先得，怎么着？你干嘛？我就表演吧。啊。还弹我一下。我把绿帽子拿出来，我洗吧洗吧，晒吧晒吧，消消毒吧。嗯。我把绿帽子，我套你们家祖宗牌位上，我是这绿帽子。不是没有你这样的，我就这样放我们家祖宗牌位上，开心不？你可有点过分了啊！好，好，你要这么说啊？是，我把这绿帽子从我们家祖宗牌位上拿下来，我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，我来到你爷爷祖坟前，打去坟头土，撬开棺材盖，把这绿帽子扔你爷爷棺材里，我是那绿帽子。扔我爷爷棺材行吗？谁让你套我们家祖宗牌上去？玩狠的，王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把绿帽子从我爷爷棺材拿出来，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，来到你们家祖坟前面，打去坟头土，拉出来你爷爷棺材，撬开棺材盖，刚要放，哎呦，还放不了。怎么呢？你爷爷戴着绿帽子。哎，你去你的吧。真的，其实跟这个师哥合作呀，心里边还是很激动的。我也非常的兴奋，是吧？嗯，你看语言节奏多慢。光靠这么抻时间可不行啊。哦，也不行哈。我这个师哥呀，叫何九华。哎，我的名字大伙儿都熟啊。他是帮咱们抻时间的。我有点对不住啊。哎，他挡人家的话了。呵，谁挡谁了？我重新说一遍啊。我这个师哥呀叫何九华。哦，哎，再重新说呀。好，大伙儿都熟悉，有认识的。在我们德云社，有一个非常响亮，而且大伙儿也都十分认可的一个绰号。什么绰号？叫头九未遂，啊，这是匪号啊！对，什么意思？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，就是九字科拜师啊，分了两批。对，前后两批。对，头一批拜师的呢叫头九，对啊。就他呢没赶上那波。哎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出门晚了。堵车堵车啊。不是啊，我这师哥呀有点小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有点小残疾啊。小残疾我能没赶上。 哎对，就这儿啊有点小残疾啊。这傻不是谁呀、啊谁呀、啊？您，我不是因为这个，哎、不是因为这，就是因不因为这个，咱都放一边啊。傻是肯定的，傻我怎么是肯定的呢？这个各位，我都有佐证的，不是说上台胡说八道，我有佐证。什么？他都有证据。对，大伙儿也知道这个事儿。什么事？但是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啊！老话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物以类聚啊，人以群分啊，有这话。为什么说他傻？啊，七队都这样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哦，那什么？七队可不是啊。哦，就是为什么他跟秦霄贤关系那么好？物以类聚呀、啊，人以群分啊。他俩在一块儿啊，哎，沟通，他们俩那个小世界里边不是不受影响。不是，嗯，我跟他玩的好是为了弥补他的傻。嗯，把你给弥补进去了。不是，我是为了给他犯傻的时候，我给他。找源泉，你穿他大褂了，穿他马褂了是吗？你给源泉着说，就不是我能理解他的傻啊。对呀，我们都理解不了，所以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。
我不理解，这就走台上就这样，这是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呀。我认为是话筒的原因，哦、是吗？你太像他说话了啊！真的，当着各位都这不是外人，都不是外人，咱就实话实说了啊。你什么实话实说？就我这师哥呀，是个傻子啊！这回一点都不藏着掖着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说，就是你说秦霄贤傻，这事儿就是不是打我嘴里说出来的啊，打您嘴里说出来的。不是，就是他可能头脑方面稍微欠缺一点、啊。打您嘴里说出来的，我可没说，我没说啊。他，就是你不是觉得秦霄贤不太聪明是吧？我没有，我就那么一说，因为他的粉丝还多，我更不敢说啊、嗯。我说实话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嗯、我觉得我们俩都不傻。对，我为什么要跟他搁一块儿呢？这个。就是傻，你就承认就完了呗。他哪天你跟他聊，我见不着他，你这会有机会啊，是会有机会。嗯，这么着，最起码今天我就说我啊，在傻这方面我不承认，您不承认，当然了。那这么着，当着各位，咱们测验一下。怎么测验？咱们先来一个呀，一心三用。一心三用，行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伸出一个手来，伸出一个手哈。啊，对，哪个？哪个都行，哪个都行。对，有第三只吗？没有没有，那就没有，左右选一个吧。那左手吧，啊，因为我是右撇子。啊，好嘞，五指分开，五指分开了。对，伸出另一个手的食指，另一个手就是这手吧？对，是吧？你看这，对，一点都不傻。哎，食指是这个哈。哎，对了，哦、在那个手的指尖滑动，滑动。对。滑动啊、哦，就这意思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对，杵快点啊！滑动啊，这哎这行是吧？可以可以都行。嘿，快点，还得快点，快点。嗯嗯嗯嗯。哎，哎呦，坏坏了，这没进去这个。这是一用。嗯。这才一用，这才一用啊！把舌头伸出来。哎呀，嗯，把舌头伸出来。那我把这先撂下吧。啊，可以，长点，长点，就这么长了。别喘气，哎，再回答我的问题。还得回答问题。哎，对了，一心三用，玩这个，玩这个，还得回答问题。哎呀，准备，不会自尽吧？不会。哦，来吧，好，嗯。开始了啊！开始了啊！快点！哎哎，叫什么呀？何有华。多大了？35。在哪儿工作呀？德云社。身体怎么样？特别好。有病吗？没病。没病，你杵他干嘛呀？这不是你让我玩的吗？哦，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我说什么是什么，那我说你傻你承认不就完了吗？那不是一回事儿，这不是测试呢吗？啊，这么测试不行。达标吗？不达标。哦，还不达标还。不达标。那不是你这么着行不行啊？咱换点那正经的题行不行？换题能。就谜语啊。好，行不行？好，这怎么能不明白呢？听着啊。哦，来了啊。啊，说有一辆公交车。这我知道，没事，你说吧，说吧，说了啊，说吧，说有一辆公交空车啊，从始发站出来了啊，到了一站呢，上去了四个人，四个人，又到了一站，上去四个人呢，下去五个人啊，又到了一站，上去五个人，下来一个人，又到了一站，上去20个人呢，下去15个人，又到了一站，上去28个人，下去一个人，又到了一站，上去4个人，下去一个人，问，六站，我说了多少个字儿？嗯，我说了多少个字儿？六站，我问你几站了吗？你的题怎么不一样呢？不都是司机姓什么？啊？什么啊？什么？多少个人？啊，都不是。走几站？多少个字儿？回答一加一的问题，多少个字儿？哎，答不上来，傻吧？是不是有问题？这你考谁，谁都傻呀。我没考别人，现在就考您了。那你能给我一答案吗？不能啊。哦，你也不知道哈。不能。哦，你看这不是正经题呀、啊。什么样叫正经题呀、啊？题它得有个标准答案呀、啊。那你来一个什么叫正经的？你打个样，行吗？最起码得四六八句这个。
也行啊，四六八句您不着四六啊，您还有四六八句的。最近人性格不着四六啊，但是出题咱能有四六。你这么着啊，你让大伙儿听听什么样的，你觉得这个题合适，我照着您这再给您出，行吗？行，你先来一个，我先给你打个样。嗯，听这个啊，哎，四六八句儿。嗯，这个一物生来怪，七心六在外，嗯，二十一个头，二十三个盖。哎，猜。这个对，这是怪物。嗯，怪物，怪物。对，这不你说了吗？一物生来怪啊，怪物吗？谜底就在谜面上啊。嘿，后边还三句呢。我不听你，那都是迷惑我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怪物，对不对？我把谜底搁头一句，然后把迷惑你的搁后三句啊。是啊，不对，您这个不对。那你说，你说这什么？这个，嗯，多简单呀。嗯，往这一站，人。人，对，谜底就是人。人怎么一物生来怪呢？哎，这头一句一物生人啊，难免有点怪脾气、嗯、怪性格、啊，但是后边全是按人说的啊、哦。七心六在外，你看啊，人有几个心啊？你说有几个心呢？嗯，你说人有几个心？你我问你呢？你说有几个心啊？一个心呢？完了，七个，七个，这还用考吗？人怎么会有七个心呢？你伸手，我伸手，俩手心有啊？哦，俩手心，啊，脚心有啊？哦，俩脚心。哎，你再算啊？啊，是不是还有一心脏？啊，五个心呢？哟，还有俩哈？啊，还有俩什么心呢？哎哎、啊、哎，看着吧，啊、还有一眉心呢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还差一个。哟，还差一个呀、啊？啊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小心眼儿，行不行？这怎么样啊？这怎么样？这好，愣编了啊！愣编，没记住是不是？也不是没记住，哦、的确有点忘了。俩手心，哎，俩脚心是前心后心，这家里边一心。哦，那你这么解释也对，七个心，小心眼儿啊，七心六在外，对，六个在外头啊。啊、就一个心脏在里头、啊哦，在里头，行不行？解释二十一个头哟，二十一个头哈、嗯，我怎么说的来着？哎，俩手，俩手，二十一个头，指头，啊，十个手指头。对了啊，脚啊，啊，脚啊，还有十个脚趾头。我脚趾头就九个，我少一脚趾头。啊，那你这算特例了。啊、我有点残疾啊。你这是，嗯，这是二十个头，二十个头了。对了，还有呢？还有一这个呀。哦，还有本头，本头，这还一脑袋瓜啊，脑袋瓜。对了，啊、哦，这是不是一头？二十一个头，二十一个头，二十三个盖，二十三个盖，二十三，十个手指头，啊，十个手指头有指甲盖，指甲盖啊，十个手指甲盖，十个呀，啊，脚，我九个脚趾头盖，啊，那不一定啊，九个脚趾头可能长十个指甲盖，好嘛，一上长俩盖。对了，对了，嗯，这是不是二十个？二十个盖，二十三个盖呀、啊？二十三个，哎，俩膝盖呀、啊？啊，你指准了啊，俩膝盖，放心啊，错不了，俩膝盖吧？哦、这是二十二个盖，哎，还一天灵盖呀、啊？哦，还一脑袋瓜呢？对，二十三个盖，哎，本头呢？啊、哦、啊，就是这样的就行，行吗？就这样的，你有吗？我有，有吗？我来这样的哦，四六八句嘛，是听着啊，嗯，说是九个面，八张嘴，一个老娘们儿，十九条半腿，嗯，猜吧，猜吧，一个母怪物，母怪物干嘛？不对，不对，嗯，那你说谜底，这是八仙桌。桌子，哎，八仙桌，对，八仙桌有你说这四句吗？九个面，八仙，八个人，八仙，对，那是八个面，是桌子还有一个面啊，啊，九个面啊，加桌子面，对，九个面，嗯，那刚才说八张嘴呢？八仙，八个嘴呀、啊，哦，那桌子呢？还有一嘴呢？桌子有嘴吗？就桌子有嘴吗？哦，桌子没嘴，八张嘴呀、啊。哦，那刚才还一句什么？一个老娘们儿，一个老娘们儿，何仙姑是一个老娘们儿。哦、哎，它包含里头了。对，那哎，最后那个，嗯，十九条半腿，桌子几条腿？桌子四条腿，四条腿。对，八仙几个人？八仙八个人。几条腿？二八一十六，十六。不对，有一个铁拐李啊，瘸子他就半条腿，
是15条半腿，加上这4条腿，一共是19条半腿，对吗？19条半腿。哎，你看这样的，你不也没抬上来吗？承不承认啥？承不承认啥？嗯嗯，那再换一种，又换一种，再换一种，这种4溜8句我可能不擅长，这也不擅长，我可能不太擅长。嗯，来您擅长的，哎啊，来一回灯谜吧，行不行？你甭管，你甭管。你甭管，我看着点门帘子，我看着点门帘子。灯谜，来回灯谜吧，你行吗？得行，得行。来灯谜啊，咱别白来。是，挂点赌注。对，咱不来灯谜，他们白来了，行不行？来赌注呢，咱啊赌条烟吧。赌条烟啊，也别太好烟啊。来来，红塔山还不行吗？啊，那就挺正常的，一条80块钱，就是赌80块钱呗。我出灯谜，你猜。行，你要是没猜着啊，这儿给我80。那我输了呀！你要猜着了啊，我拿你80，啊，要不我给你80得了。太好了，孟哥，哎，你快来吧，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应该运大罐呢。啊，那你这么快？不是，这很慢啊。好，不是，别里外里，我给你80啊。您说怎么着？这么着，嗯，我猜着了，我赢了，你给我80啊？有这种可能吗？那绝对没问题，这咱擅长的领域。哦，行不行？行，来吧，来，好的，谁赢谁赢钱呗。嗯，扣字拢印的，扣字拢印。我说一句话，你猜个字。哦，那行，说是二人见面，忙握手，7个字猜1个字。嘿，行吗？有点意思哈，琢磨吧，这挺新鲜的。嗯，你下去琢磨琢磨去。哎，好嘞，哎。哦，二人见面忙握手，7个字猜1个字，俩人见面嘛，俩人握手打招呼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要这么说这字念好，有没有别的可能？哼，你傻。哦，没，我傻，那就没有别的可能性了，除了好就是傻，肯定不是傻，但这字儿念好，应该是这答案。哎，大马儿来了，不是那句，来了，下去吧，不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，他很影响我挣80块钱呀。我猜着了，现在80块钱您都这么上心了。哎呀，苍蝇再小也是肉。哎，我猜着了，真猜着了，真猜着了。我给你换一个。好嘞，说不，别去，别去，猜着怎么能换一个呢？你猜不着，一说又错误了。这我也不会。那你说吧，我都分析过了。嗯，这字念好，哎，不是好，就是好，不是好，是好，不是好呢？是好。你看，你说是好，我说不是好，干脆换一个吧。好，这一往看呢，别呀。这么着行不行？咱也别说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我说是就是，这么着行吗？咱们表演一回。怎么表演？怎么表演？不，二人见面忙握手吗？对。那这么着，好比这儿呢，就不是剧场了，不是剧场，这儿马路绿草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打那边来啊，我打这边来。嗯，咱们见面一握手，说好就算输了。要不说好呢？不说好那算你赢。准不说好？行，来。准来好，大路有点短了，别下去了啊！您好啊，你输了，我没说话吧？我什么话都没说吧？你上来就把这字说出来了，赶紧掏钱，掏100呀，找你20，找你20呢？不是，咱们就哎，怎么我输了呀？你说出这个字来了？不是，我问问你吧，嗯，这个灯谜谁说的？我。那谁猜呢？您还是的呀。嗯，你说的，我猜的，没毛病。哎，咱们不是矫情这个？你说不是好，我说是好吗？对，所以咱才表演呀。嗯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讲，我说1个好，嗯，100个好，10000个好，这都不算输。我说好是为了框你那个好，你说出1个好来就算输。啊，你说多少好都不算输。对呀，我说1个。我就输了。你说的不念好，你说就会输了吗？见面一握手，你问我好啊？哎，我说好。哎，输了，我就输了。对了，你问我好啊？啊，我说不好。哎，我就赢了，对吗？不对啊，不好也输，不好也输。对了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们已然都不好了，我们还输？怎么？你不好是我害的你啊？
那不好怎么也输呢？你把这不字去了，嗯，这不还是好吗？哦，那要说好不了，输。好家伙，输。How you gun？ 输输。How are you？ 输输。哎哎，夏向奇他们怎么不答应？也分人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别老欺负傻子。哎，不是不是不不算欺负傻子，答应答应吧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行，薅好好薅，嗯，这么说吧，啊，就连说耗子药都算你输，耗子药都算输，四声都算输，不跟你玩了。嗯，好是常用字啊，大伙儿经常说呀。好家伙，你来了，啪攥着我手一问，问我八个钟头，对不对？晚上六队还演不演了？我疯了，我八个钟头啊，嗯，等不了那么久。哦，这么着吧，咱就十分钟为限。还磨叽十分钟，反正也来了，十分钟为限。嗯嗯，十分钟之内啊，你要说出好来，嗯，你就输了。嗯嗯，十分钟之内你要没说出好来，你输。哎，我输，给你八十块钱。行行吧，各位掐着点点啊。哎，就十分钟为限，放心吧。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三分钟。现在说好不算输吧？现在没事。哎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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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说够了，一握手准不说了。握手就得说，你看着吧。来呀，来吧。哟，大猛你好啊！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辈子也说不出来，哑巴不行啊！没说出来就行吗？你得说人话，还得说人话，正常交流。来，开始。大猛你好啊 ！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英语也不行。这说话了，说中国话，汉语，对，最美中国话。来，啊，开始。大猛你好啊，我不认识你。嗯，少跟我套近乎，不认识你。我都叫出你来，你还能不认识我呀？几分钟了？哎，不，别问啊，没开始呢，打握手才开始，所以现在就这么半天，没算时间呢。废话，您不好好来呀？行吗？正常交流啊，咱俩认识。哎呦呵，大马你好啊。还那样。嗯，还那样。还那样行不行？我知道你以前什么样啊。我知道啊。还哎哎哎，那还那样就是凑合吧。那这个凑合换句话说是差不多。嗯，还那样，凑合差不多。嗯，你这词儿怎么那么水呢？嗯，行行，干脆我给他放大招。哦，大招。哎嘿嘿，听这个吧。哎，咱们德云社这个大家庭好不好？啊啊啊！这啊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行。嗯，那行就是高，高就是棒，棒就是牛。又行又高、哎、又棒又牛、嗯、那这么说的话，哎，那德云社比其他团体就人多人多、嗯、他不说好他该俩字儿了他、嗯、人多啊，人多、嗯、那行。哎，那咱们聊聊师傅。嗯，师傅好吗？你是不是进错门了？是不是进错门了？没事，别嫁错人就行。别管他那个啊，不许用他那答案啊。虽然是你的心声啊，我问你师父好吗？见不着面儿。怎么见不着面儿？他多忙啊！哦，他多忙啊！哦，我一年见两回吧。还见两回？清明一回，七月十五一回。你上坟来了是吧？开箱一回，封箱一回。哎，就见两回，去年还没封箱呢。哎，对，好，先欠一回呗，先欠一回吧。哎，那你对师傅就见两回也有了解吧？可能。行，有就行啊。哎，那你说咱师傅这艺术叫高超，那脾气和蔼。最重要的他心眼儿善良啊，所以拜他的就比拜别人的
多给个字儿。这多给个字儿，您合着就为这字儿啊？不是就为这字儿啊，字儿是一个标志哦，你没字儿不能算徒弟。对，没字儿不能算徒弟。嗯，烧饼。别来这套，别来这套，大伙都知道、啊、烧饼叫朱云峰，对吗？对。朱云峰，嗯，朱云峰就是云字儿的是吧？嗯。哎，那你是什么字儿啊？肖字儿。肖字儿。嗯。哦，哎哎，那云字儿肯定比肖字儿来得早。来得早。对，云鹤九霄，这不按时间顺序排的吗？谁说的呀？谁说的呀？杨鹤通。嗯，来的比张九龄还晚呢。嗯，他怎么是鹤字儿呢？啊，那师傅说了算，咱管不了。哦，师傅说了算。嚯、哦，哎，那看你这态度，你对师傅这决定不满意？不是。啊，对师傅这决定说不行？没有。对师傅这决定有意见？哦，哎，那师傅这决定好不好？哈了少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到点没有？到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不着急，孟哥上不来，放心吧。问，啊，出俄语了是吧？嗯。哎，冷不丁的问，你太坏了。嗯。哎，那咱们队长孟鹤堂，好不好？来的晚。来的晚呀、啊。哎，要说起来啊，你也是他队员。嗯。你可没他。优秀，他可比你厉害，你可没他有名，他可比你钱多，你可没他。你有病吧？嗯，有病。来不来去转圈问呐？这么会转圈，别说相声啊！啊，拉磨去。我说那野驴是吧？行行行，别转圈问，不转圈，不转圈。到点吗？没有，没聊够呢。哎，那你说。孟鹤堂好不好啊？嗯，他老嗯，哎，来说啊，孟鹤堂，他不光业务好，他这个人缘也，你学驴呢是吧？人缘不错，哦，那他这个长相也俊美，哟呵，那他搭档还给力啊，所以大伙儿都夸他六六六。有谁说话平时夸这人六六六？谁这样啊？我这样，我这样，来得起吗？来得起，来不起别来。怎么了？就这么夸，就这么夸，就这么夸。行行，就这么夸。行行行，哎，咱俩搭档问我们家里的，老问单位的事干嘛呀？到点了没有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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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会儿，再玩会儿嘛。不想玩了，再玩会儿，是不是聊家里人啊？嗯，行行，哎。你媳妇儿我弟妹怎么样？嗯，老拿嗯对付不行啊，稍微得改改啊。啊，哎，两只驴呀、啊，这是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嗨，行了行了，跑根来了，行了，我就问问你啊，嗯、就是哎，我弟妹那模样可漂亮，哦漂亮，哎，那眼睛就迷人。那耳朵也小巧，那头发就飘逸，哎，那鼻子准，通气儿，多信，要不憋死了呀？干嘛？怎么？干嘛呀？我媳妇儿啊，我媳妇儿，你问那么清楚干嘛呀？不能问，你自个儿没有啊？各位评论里，大了掰的老问弟媳妇儿有这样的吗？到点了没有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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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聊家里吗？啊，我不问他了。不问他来不行吗？啊，哎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烦，怎么烦呢？你老问我，我能不烦吗？哟，合着你烦，全是我造的。也不全是。哦，不全是，有别的事儿哈、啊。那比如说呢？嗯，多了，多了，咱挑点说呀。比如什么呀？嗯，比如怎么了？最近便秘了？便秘了。啊、嗯，那是烦。比如哈啊。比如，哎，怎么什么事儿？切菜手拉一口子，哟、嗯，那得上医院看啊。嗯，创可贴包上了，创可贴包上。嗯，哎，那这一包上就止血了。哦，那一止血就结痂了，一结痂就消肿了，一消肿就不疼了，
一不疼就差不多了，一差不多就又拉一口子。你这口子长不上了是吧？来回来去问他能长得上吗？紧着问八十块玩命啊，玩命啊，有词儿就问，没词儿就认输，干嘛呀？行干嘛呀？行别、哎、别老到点了吗？行行行行，别老急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嗯，行，我也服了。嗯，哎，这么半天愣是没说出来，哎，没说出来吧？哎，嗯，没说出什么来、啊？没说，没说那个字儿，那个字哪个字儿啊？哪个字儿？哪个字儿、一个女，一个子。哎，这字念？不认识。会写不认识啊？对了，你说念什么？你说念什么？念八十块钱，念什么？来得起吗？来起来，来不及别来啊！行，哎哎。别急、啊、我输你多少钱？80。那行，这么着我给你100，别找了。好啊。哎哎。